2012年12月21日，每日并冇如期咁降临。人类仍然过住同平常一样嘅生活，直至一本启示录嘅降临。有人因此受到诅咒，人类秩序开始受到破坏，但亦有人因此得到无穷无尽的能力。当两股能力正面交锋的时候，究竟这班有能力的人可不可以阻止每日的降临？